身份字号呢，这个 Python 从零开始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身份字号，12882243，所以它位置呢分别是一到八，哦，一样哦，Python 从零开始，然后这个加权呢是87653而已，这个是政府定定出来的。各位要观察，第一个呢是位置，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我们创造出来的，加权呢是政府定定的。那你可以注意到呢，两个相加减等于九，它定出来的规则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当你索引是一的时候，它的位置呢是一，加权呢是九减一。如果索引是二，位置是二的时候呢，索引就是。对不起，加权呢就是九减二等于七这个地方，所以你怎么去算这个和呢？一二八八二二四三呢，就是一个 for 一圈从一到八，然后呢，这个呢是整数，你呢第 i 个整数乘上九减 i，然后这个是累加的意思，所以利用这个呢就可以累加出，哎，这个加权的这个数字是多少？这个呢，正确应该是逗点了吼。这个如果原本写法那是语法错误啦。这个代表说，你看这个老师这么常写程式，还会常犯语法错误。